89年开始干到现在，就是今年是29年，到明年就正好30年。3.8开始干，他现在就经常天天到天天到腰就受损了，就都不来了，那我来干。那我讲，天天剁1.2万刀，那个刀啊将近4斤重，那个刀都已经29年了。所有的眼子，从羊到傻到这里边开始卖成品，都是自己做的，纯手工。每天其实就只能做那么多，再多个50只也能卖完，但实在是做不了。早上2点半就开始，早上就起来，一年到头都是2点半。抖音。